你早上的10:53了。2021年1月3号星期天，周休三日啊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大家都出来买了吃。这边社长都跑到了花博公园的农夫市集啊，观察一下农民卖什么产品。刚刚碰到这个金针花，它比较有特色，也卖了菊花，那太贵了，250块钱一小瓶，一小瓶要250块菊花，太贵了，啊，大瓶要350块，价钱非常昂贵，所以我就没有买了。走，我们走到这边看看，这边是卖吃的啊。社长喜欢看看有什么健康食品啊，苦茶油，大家都现在喜欢吃苦茶油，煮麻油鸡也好，煮什么也好，大家都喜欢用苦茶油来煮饭吃。社长很喜欢报道有关于农民的东西啊，有关于农民的生产的东西啊。这是嘉义县的番路乡农民所生产的蜂蜜啊，各色各样的东西都有在这边。农民也是很辛苦，尤其卖这个沙巴鱼的，天气一冷都死掉了，一鱼一死了10几万只鱼，农民哭，欲哭无泪啊！啊，欲哭无泪啊！做农民是很辛苦的。你看这个蜂，虎头蜂啊，这个是新竹县头等奖的卖蜂蜜的啊。这边有很多蜂蜜厂商在边卖蜂蜜啊，养蜂人家。我们什么事情多观察一下社会啊，你多观察社会你才了解。你看社长报道的新闻都是跟你周边有关系的了啊，跟你周边没有关系的我不会报道啊，我不会报道。彰化山八卦山不能卖啊，八卦山卖的咖啡。鹿谷乡的卖茶叶的，南投鹿谷卖茶叶的，这边一大堆卖茶叶的。什么茶？那你要乌龙茶还是要老茶？乌龙茶好了。这个又可以查试喝，社长试喝看看，不会很烫哈？不会，小心烫哈。会吗？可以。应该还好。这一斤多少钱呢？这一斤1600。这个已经是5套了，我重泡1套新的给你。来一杯。啊，不要不要不要。那个老茶来喝喝看，老茶是什么茶？乌龙，乌龙老。弄乌龙啊？对。什么是这种颜色啊？对啊，老茶就是已经好几十年的茶。哎，这里真水来。哦。不一样哈、哦，跟乌龙茶完全不同。对，那个阿里山的。弄的真水喝的，茶的。你那种乌龙茶一小包多少钱？一小包400而已。一小包400块。对对。这样啊？几两啊？4两。4两。哎，老板娘，哎，先拿一下，好烫。好烫。嗯。好烫，好烫。嗯。我一个大杯给你了。好好好好。谢谢谢谢。来，要
要考？因为我都先观察一下，我在下午决定买什么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因为我看看我每个礼拜天都来买好多不同的东西。你看我后面袋子买了一大堆葡萄干、话梅，前面的500块三包，500块。但我是喝茶的，刚刚有考虑跟他买菊花，我喜欢喝菊普，菊花普洱。但是喝这个茶对身体，要喝好茶我才喝。对，好茶对身体好。还不错了。你这乌龙茶是阿里山的？对对对。你那绿色包装的就是这种茶？对对对。蓝色的呢？蓝色的是梨山的，还没泡。梨山的？对，梨山。梨山不是有出产那个水梨呀、啊？哦，有。梨山啊，水我才买一个。那个叫做雪梨。对呀、啊，我才买，那不好好贵了，一个都80-100呀、啊。那个算便宜。100多那个、啊、对，一颗都不止一斤、哦、我买的79块一斤的，那个是东势的哦，东势的叫做甘露，不一样哈、哦、不一样，那个品种不一样，我再帮你倒水。不要，我等我下来看看，我顺路我会选择一个茶叶带回去。好好好，选择一个茶，因为我喜欢喝茶。来，一起喝茶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一山的给你喝喝看呢、啊。谢谢，我下午再来喝。好，我等我下午来买再喝了。好。大概1600，1600一斤。这一整排都是卖茶叶的。山风在耳边叹息，我们从云中走。这边死气沉沉的，如果有点音乐，那会更好。儿子，往日情思，过去的点点滴滴，到如今都已回忆。我们相对默无言，眼泪换彼此眼里。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。好，我们台北观察到花博公园商业街啊，专门卖健康食品的商业街，也卖农夫市集，今天主打的卖茶叶啊，卖菊花的特色。每天每个礼拜我们都有什么特色产品跟各位报告。刚刚商业街那边有一个做一个果冻的，他说他就是对眼睛很好。我们眼睛要治疗，要用那个什么，它就掺在这里面，啊，300块一包啊。但问题是，它效果好不好呢？我们不知道。好，这台北观察农夫市集的报道。